因为他们有些地还我3块，就还我1.5块，有些根本都没有还。我叫 Roy， 我是牛亨庚 Bakery 的老板。这个牛亨庚 Bakery 我创业2013年，到现在已经有11年的历史。我的主打就是我的香港的菠萝面包。连糕点呢，就是我的 walnut cake， 连还有我的 jeet cake， 还有 butter cake， 是我的顾客最受欢迎的。我最满足感的就是说，有顾客回来跟我讲我的产品很好吃，连我就最满足不这样，我一天的疲劳我就觉得很高兴了，很值得了。我从小就喜欢这个糕点的行业，连我就对这行我也比较了解，比较有兴趣，我就拿一个档口来，就说做一下创业，做一下小老板，看一个什么机会的。我的挑战就是说中午之后很繁忙，因为他们有些地还我3块，就还我1.5块，有些根本都没有还。等到顾客走了，我们看电话来懂得顾客根本都没有还我们钱，还是还偶猫不够。我对这个 case， 我第一眼看去我就很喜欢，因为它又小个 又美，放在哪里都可以。连顾客还钱之后，我耳朵听多少钱我就很好了，我不用拿电话出来看顾客还多少钱，这里我就最满足了。Received $3。第二天就可以过账，连我就可以把我那个钱回来还我其他的原料。顾客还钱的话，他听到声音啊，他也很高兴啊，他也很惊讶啊，哇，这个模型呢是哪里拿来的？这么先进的，还钱有讲多少钱出来的？他听到也是很高兴。